维也纳是一个我非常向往的名字。想象中的维也纳是一个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音乐的地方，想想都觉得美妙极了。来到这个古典音乐之都，就想放松心情，到处走走，感受一下这里的悠扬气息。维也纳的公共交通令人印象深刻，比大部分欧洲城市要简单的多。坐地铁，大部分景点都可以到达，而且公共交通的车票全部通用，对游客来说极为方便。上下车的时候，乘客要记得自己按开关门。这里的交通简直是方便的不可思议，只要买一张通票，电车、地铁都可以随意的搭乘。但我没有想到，这里铁路系统的出入口连个闸口都没有，感觉走到哪里都自由自在，超级爽快。这里就是地铁闸口，多方便啊！你看。走在街上，我们看到所有的楼房都那么整齐，大约都是四五层楼的高度，搭配在一起又感觉很柔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，在维也纳的街头，我们竟然发现一个巨大的像钟一样的东西，但上面的指针却相当奇特，研究了半天才搞明白，原来是一个古老的秤。那我也来称一下，看看我这两天有没有发胖了。2毛钱欧罗。哎呀，别紧张，没胖。原来街上还有不少这种大秤呢。难道维也纳的市民时刻都很注意自己的体重吗？要不然磅秤怎么会在大街上呢？在市中心散散步，走在著名的格拉本大道上，这里名店林立，餐厅随处可见，游客络绎不绝，但我最期待的是街头表演的艺术家。今天会不会碰到音乐天才或者是明日之星的表演呢？音乐之都真是让我充满了想象。没走多远，我们就看到面前聚集了不少观众，原来是一支小型乐队正在表演。这是一组6人乐队，我马上被吸引过去，沉浸在欢快的旋律中。的演奏驾轻就熟，表演着一首又一首的曲子。在音乐之都维也纳，在街头也可以看到演奏，真是太好了。表演到高潮时，还一起唱起歌来。
表演得很投入，观众都听得入神，整个环境被他们欢快的乐曲带动，大家都乐在其中。在维也纳，这样的街头艺术家很多。没走多远，我们又看到另一组乐队，他们有四个人，看起来很年轻，演奏的曲目非常的抒情。维也纳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充满了音乐的浪漫城市。漫步街头，干净而又整洁的环境，让人内心充满了平静和侠义。此时此刻，很想停下来享受一下这份美好的时光。正好面前就是一间咖啡厅，那当然要进去坐一坐。享受时光怎么能少了甜点和咖啡呢？我要了一个红莓水晶芝士蛋糕，再加一杯咖啡。这一杯呢，就是很出名的维也纳咖啡，我要试试看。上面是奶油。你看这种悠闲的感觉，坐在这里喝喝咖啡，吃点点心，看着马路上那个马车经过了，真是觉得很悠闲很放松啊、哦、好舒服啊。就是来到这里，你会觉得那些人生活就比较开心，而且呢晚上你又可以到广场上看到那些表演那个拉小提琴啊，他们唱唱歌就可以以这个为生了。我觉得哎呀，如果生活是这样的话，那简直是太好了。享受了精美的甜点和咖啡之后，我们又继续前行。维也纳这座艺术之神眷顾的古城，除了享誉世界的音乐，还到处可见凸显中世纪艺术特征的神话雕塑。这座金碧辉煌的塑像就是著名的雅典娜女神，她金盔金甲，一手持矛，一手托着胜利女神，象征奥地利人热爱和平但也不畏强权的个性。离开雅典娜雕像，一座高大的古建筑吸引了我的目光。
五个尖塔的建筑物呢是维也纳的市政厅，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呢是这里的电影节，前面会有一个大的荧光幕，让市民免费坐在下面欣赏。这是一座临时搭建的巨大露天荧幕，大约有三层楼高，广场上已经摆好了一排排整齐的座位。在电影节的正门口还搭建了很多临时摊位，提供不同风味的餐饮。人们很早就来了，一边吃东西一边等待夜幕的降临。天黑之后，广场上挤满了人，大家洋溢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。来到音乐之都，怎么能不看演出呢？这里就是维也纳最出名的维也纳歌剧院。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世界有名，号称世界歌剧中心。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拱门上有五尊青铜像，分别代表英雄主义、悲剧、幻想、喜剧和爱情。每年的九月份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份，每天都有芭蕾和歌剧的表演呢。卖票的方式也很特别，还没走到门口就有人上前兜售了。 I give you student price if you come three persons. That will be here to sit 28 euro. Wow, really? Yeah, instead of 40. 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，都是慕名而来。在歌剧院旁边有一个市立公园，不少当地居民特意来到这里拍婚纱照。这个公园的特色是里面有不少音乐家的雕塑，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贝多芬。贝多芬的名曲多不胜数，印象最深刻的当然是《命运交响曲》。没多久，我们找到了这里的地标。金色的斯特劳斯雕像。斯特劳斯家族是音乐世家，以写作《华尔兹圆舞曲》而著称。除了出名的老斯特劳斯和小斯特劳斯，还有约瑟夫斯特劳斯和爱德华斯特劳斯。他们四个人在维也纳音乐界称霸了75年，创作的曲目在全世界广为流传。在园内我们还看到了舒伯特的雕像，他的名著《小夜曲》旋律家传户晓。舒伯特是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，以抒情的旋律闻名。
他的作品总是能够自然流畅，浑然天成。创作的曲目也特别多。公园中间还有一条维也纳河的支流，贯穿园内，抒情优雅。走出公园，看到有马车停在路边。马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了，这里满街都是马匹和马车，真是太兴奋了。在维也纳，马路真的是让马走的。到了维也纳，一定要坐马车游览一下市区美景。What is the name of these two horses?Primus and Lobus. 我们的游览路线是围绕老城转一圈。What is this statue? 据说这条路线可以看到很多名胜古迹。虽说是老城，但一点也看不出破旧，反而商店林立，生意兴旺的样子。街道虽然有些狭窄，但还是很干净整齐。维也纳的马路是马车和汽车同时使用的，对于在大都市成长的人来说，这么多马车同时在马路上走，感觉相当稀奇。没有了，没有汽车跟了。哎，又有一个，现在有一个汽车跟着我们的马车在马路上走。哎，过了过了。好玩吧。奥地利的马为什么那么出名呢？因为在400年前，这里的国王从西班牙引进了一种名驹，然后呢在这里培养出一种马匹叫里皮查，所以呢在街头啊你会看到很多的马车，这就是维也纳最具代表性的风景之一了。接近傍晚，街上的商店都亮起了灯，橱窗里透射出橘黄色的灯光，让人感到格外温暖。这个有圆形屋顶的大房子是奥地利的旧皇宫。这座白色的高大建筑是安好夫教堂，教堂前面的广场是旧市区最大的广场。现在这里搭建了一个小剧场，里面正在表演音乐剧。维也纳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地方，就是满街都是餐厅，没走多远就有一家，搞得我总是觉得肚子有点饿。到了终点，下了马车，再跟骏马说说话，玩一阵，看着两匹高大的骏马，聪明伶俐，非常可爱。
马夫对他的马相当爱惜，不但提来了水让两匹马喝水，还用水帮他们冲脚，他说这样可以帮助降温。这马还挺喜欢冲脚，竟然还抬起一条腿来表示欢迎。离开之前，我还跟两匹骏马好好的道别。夜晚的维也纳依然热闹，街上的行人一点也不稀少，马车来来往往，营造了美丽的夜景。熊布伦宫又称小凡尔赛宫，是奥地利王室的夏宫，它坐落在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，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，也是奥地利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。当时奥地利的国王想打造一个凌驾凡尔赛宫的宫殿，所以就建了这所豪华的熊布雷宫了。太阳王路易十四建成全欧洲最奢华的凡尔赛宫之后，各国国王无不向往。熊布伦宫虽然不能和凡尔赛宫相比，但还是相当的气派。熊布伦宫内有1441个房间，据说当年在这里服务的人员就有超过1000人。熊布伦宫有一个非常大的皇家花园，它是典型的法国式园林，这座花园属于巴洛克风格，设计极为讲究，图案严格对称，色彩搭配均匀，视野极为辽阔。花园中的花草精心种植，色彩灿烂缤纷，花坛错落有致。层次分明，造型精致，整个花园修建得极为整齐，堪称是奥地利最美丽的花园。置身于这样美丽的大花园，漫步其中，微风扑面，花香阵阵，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力，体验一下王公贵族的气派。在新建的过程中，曾经因为财务和打仗的问题，曾经好几次停工，后来呢，把规模缩小了，才总算建好的。花园两边种植着修剪整齐的绿树，形成了一道天然的绿树墙。绿树墙里有44个神话人物的雕塑，每个都如真人般大小，表情逼真。
这些绿树墙构成的林荫路是一个心形的设计，各条道路由中心向外伸展，代表皇家由内向外的统治。走的时间长，累了可以搭一下游览车，半个小时就有一班，看起来很可爱，像小火车。熊布伦宫又称美泉宫，传说罗马国王打猎的时候喝了这里的泉水，觉得清爽可口，极为好喝，就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美泉。花园的尽头有一座大型喷泉，叫海神泉。传说中，海神挥动三叉戟，破开岩石，创造了泉水。熊布伦宫的名字呢，是指优美的泉源，而这个喷泉的上面就是海神波塞冬。喷泉的水池中是一组海神故事的雕像。海神与海中仙子的孩子是人鱼。海神出行的时候，阵容庞大，十分威风。他的孙子们后拥前呼，骑着海中的战马，吹着罗号，在前面开道。海神的孙子也是人鱼，上半身是人，而脚却是鱼尾的形状。海神的战马也十分奇特，有鱼鳍、鱼尾，还有脚蹼。雪白的雕塑在阳光的照射下看起来特别生动，每个都栩栩如生。与熊布伦宫遥遥相对的山坡上是一座观景楼，叫 Gorietta。 观景楼的顶端有一个象征帝王的大鸟，展开翅膀立在金球上。观景楼的两侧是一道拱廊，圆形的拱门和高大的石柱显示出往日的辉煌。穿过拱廊走楼梯下来是战利品纪念碑，纪念碑的雕刻上有盔甲、刀剑、珠宝和权杖等战利品，还有两个狮子把手。观景楼的整个建筑对称而高耸，展现出一种王者的风范。这个希腊式风格的楼阁是女王玛利亚所建，当初的设计是要建一座宫殿，但因为打仗和财政的问题，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据说玛利亚女王最喜欢在这里享用她的早餐了。现在这里是优雅的咖啡厅。观景楼内部的顶棚有优美的装饰，大大的窗户可以让自然光线充分照射，让室内充满了温暖和开放的气氛。
这里呢，我是在当时的奥地利女王吃早餐的地方，现在让我也来感受一下做女王的感觉。熊布伦宫历经400多年的历史，多次更换主人，直到玛利亚女王在位时才修建成了现在这样的规模。这座皇家建筑群保存完好，宫殿与园林完美结合。如今这里虽然没有王室成员的身影，但依然深刻地留下了皇家的品味。站在这里俯瞰山下，维也纳市区尽收眼底。阳光下，整个熊布伦宫看起来格外壮丽。来到维也纳，除了饱赏音乐之外，有一个不能不去的地方，那就是多瑙河。一曲优美的蓝色多瑙河伴随着我们的旅程。我们一大早就出发，迫不及待地去看这条欧洲第二大河流。它发源于德国，贯穿10个国家，全长3000公里。我们先从维也纳搭车，沿途经过广阔的原野，还没收割的玉米田，排列整齐的葡萄园，还有田野中的村落。我们搭车2个多小时，来到了登船的码头修比斯。修比斯是一个可爱的小镇，自古以来都是个贸易兴盛的地方。小镇后面有大片的葡萄园，这里有千桶山之称，就是说山丘上的葡萄园每年可以生产上千桶的葡萄酒。这里也是奥地利国内少有的葡萄酒产区之一。我们的游览船还真大，码头上已经站满了等待搭船的游客。好，上船吧，我们的多瑙河之旅就从这里开始了。蓝色多瑙河这首歌大家都听过吧，但是多瑙河到底是什么样呢，就要亲自来到奥地利看一下了。我现在呢就在多瑙河上，大家看一看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美啊。多瑙河景色最优美的地段是从梅克到克雷姆斯的瓦豪溪谷。瓦豪溪谷又有闪烁银色光芒腰带之称，两岸绿树成荫，山坡上覆盖着成片的葡萄园，沿途点缀着可爱的村落，还有传说中的古城和历史悠久的修道院。这个隐蔽在岸边绿荫之中的小村落看起来很平常，但它却是闻名世界的沃尔道夫小村，以出土旧石器时代文物而闻名。眼前的这座古堡依山傍水，气势非凡。它是熊比尔城堡，在1820年建造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，但城堡却保存得相当完好。远远的，我们又看到另外一座古堡，它默默地耸立在山头，只有青松为伴。它是旧城堡，建于13世纪。大概中午时分，著名的梅克修道院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。
梅克修道院建于公元976年，后来毁于战乱，在18世纪得到重建。这座黄白相间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多瑙河畔显得格外的醒目璀璨。不要以为修道院就一定是简朴的古堡，梅克修道院可是富丽堂皇的。当时院长计划要修建一座兼具艺术收藏和象征无上荣耀的圣殿。由于重建得到了当时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皇室的资助，也就是后来的奥地利国王，所以修道院内悬挂着他们的大幅画像。院内大厅的屋顶上会有彩画，大理石的墙壁和地板看起来稳重和气派。飞行的小天使将人们的视线带入了天堂。四周布满了镀金的天使雕塑，这里的装潢绝不亚于皇宫的精美豪华。大名鼎鼎的国王走廊悬挂了奥地利历代国王的画像，100多尺的走廊挂满了600多年统治者的岁月。修道院里有很多地方并不对外开放，这些长长走廊的建筑物是修道士修身养性的地方，但看起来也很像皇宫的一角。在露天阳台可以欣赏到典雅的梅克小镇，充满了文艺复兴的气息。远望多瑙河，隐藏在绿荫之间。由于这里众多的美景和古迹，所以整个瓦豪西谷加上梅克修道院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参观完梅克修道院，我们又回到船上，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蓝色多瑙河吧。